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尚雅，今天是30天马甲线打卡挑战的第26天了。今天我们要做的呢叫做剪刀式。首先呢，我们平躺在垫子上，然后之后呢把肩膀抬起，然后这样，然后把这个腿就是伸到极限，就是尽量的去靠近自己的头，然后这样来回的去抱自己的腿，然后做100次，然后腿放下的时候不要这样，还是要抬起来的情况下，然后腿部尽量去伸直啊。现在我们准备3、2、1开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30、31、32、33、34、35、36、37、38、39、40、41、42、43、44、45、46、4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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7、38、39、40、41、42、
下腹部，然后大家在做的时候记得这个腿放下的时候不要放的，就是不要放到这个位置，要尽量的放低，然后再抬起来。如果你放到这儿然后再又回来，我觉得那个是有点偷懒的。开始，五一、五二、五三、五四、五五、五六、五七、五八、五九、六十、六一、六二、六三、六四、六五、六六、六七、六八、六九、七十、七一、七二、七三、七四、七五、七六、七七、七八、七九、八十、二十、十九、十八、十七、十六、十五、十四、十三、十二、十一、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第26天打卡成功，但我觉得我的下腹这边非常的酸胀，就是做起来非常有效果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准备拉伸一下。好了，记得素质三连，拜拜，明天见。